原标题：万历看见工人偷懒大怒不已，一工人的回答太聪明，否则会死很多人。导读：定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主动发掘的皇帝陵墓，它的主人是明神宗朱翊钧和他的皇后，就是人们常说的万历皇帝。万历继位时年仅十岁，在他21岁时就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陵墓。从万历12年1584年至万历18年1590年，定陵修建耗时超过6年，花费白银800万两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负责陵墓修建的是定国公徐文弼，首辅申时行。陵墓工程最高潮时，现场参与的工人多达3万人。定陵规模宏大，超过了13陵中大部分的陵墓。修建完成之后，只有永乐皇帝的长陵和他爷爷的嘉靖皇帝的永陵能与之媲美。定陵地面上修建的宫殿全部使用巨大的金丝楠木，这些珍贵的木材产自遥远的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的深山老林里面。由于山势险峻，道路曲折，要想运出一根木材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。据说山上砍下10棵树木，最终能够运到陵墓工地的只有1棵。除了木料之外，修建陵墓地宫还需要大量的石料和青砖，石料全部来自特定的采石场，通过人力运到陵墓修建现场，然后再由工人在现场打磨成型。参与修建陵墓的工人大部分是全国各地征调来的徭役，为了赶工期，他们每天都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，而且还面临着陵墓修建完成之后被灭口的危险。所以时间长了，修建陵墓的工人之间就达成了某种默契，开始偷懒拖延工程的进度。有一年，万历皇帝前往13陵拜祭祖先，在回程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要到自己的陵墓看看。当万历走进陵墓的工地后，看见工人干活全部懒洋洋的，丝毫没有为皇帝修建陵墓的神圣感，万历皇帝心里非常不高兴，但也没有发作，就回到了京城。回到京城之后，万历立刻叫来了负责陵墓修建工程的定国公徐文弼、首辅申时行，责怪他们督促不严。两人向万历皇帝解释说，现在陵墓的修建时间比较充裕，工人偶尔的偷懒行为并不会影响进度。听了两人的解释，万历才放心下来。第二年，万历借口祭拜祖先，再次前往陵墓工地视察，没想到又看到工人们在偷懒。万历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打算将现场的数万工人全部处死，以儆效尤。随行大臣连忙劝说，不如皇帝叫来工匠询问一下，为何他们都在偷懒，到时候再杀不迟。万历就让太监叫来一位工人，问道，你们为什么干活这么慢？照这个速度，朕的陵墓要什么时候才能修好？耽误了工程，你们全得死。聪明的工匠见皇帝发火，思考片刻之后说道，我们是不想快建呀。万历一听更加生气了，工匠赶紧解释说，皇上您不要生气，陵要是早建好了，您不就死了吗？我们慢慢干是不愿意您死的。万历听了工匠的解释，不仅转怒为喜，还大大赞赏了那位聪明的工人。如果没有工人的一番解释，恐怕当天工地上数万人都有丧命的危险。参考文献《明史13陵建筑考返回搜狐》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